听目音，如果你爹若照性情进言，站去逐字讲到我的坐，我人去问哥哥爱送命呢。这个小孩看见的，你要讲这件代志真危难，要不安尼先，等我心内所想，这件事情给我前进来，我有去去做嘛，袂用的。方师傅又跟你讲啊详细，如果你若劝你唔往去做，当伊若做去，我干脆爱受死啦。欧叔客，欧叔客，是啊，就是江青的意思啦。嘿哦，我山顶拢安尼讲啦，他拄只阮阿兄安怎，我嘛爱安怎。哎呀，这个不要啊，抱歉。啊，要这么难，我来去。你袂用的啦，啊？为什么我袂用你？我都唔让你说你去啊，都让你去。哎，阿无共款啊，阿无其他人，阿兄已经大汉啦。你今日吼乌白乱讲话啦，还是乌白贱啦，迄拢无罪啦。我有个不顺就不顺。是啊，小弟，你头倒转来，真济代志你袂当明白，你听母后的话，唔通会受气。母后，哎呀，我这种是为你着想，我知影你为我父王头疼啊心乱，奉上圣旨寄出了你急召，这件代志我若是来去做者，我忧心，我暗中帮。